李丽华，掌声鼓励。各位，你们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吗？会。这首歌唱得家喻户晓，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们想知道吗？想。那我就告诉你们，因为啊，男人就在那一夜播种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干了，只等待收成。而女人必须经过辛酸血泪痛苦煎熬，还要经过比那实际烫伤还痛的阵痛，才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把女人怀孕生产比喻为战争，那简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把它比喻为做生意，哎呀，就是亏了老本，还要加上几十年的利息。你们认同吗？我的大儿子今年19岁，和我一样属狗，经过了漫漫19年，但我对整个怀孕生产过程还是历历在目。怀孕的时候啊，简直是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对着马桶大吐特吐，吐出来所有吃进去的，也包括原本就在肚子里的黄胆水。怀孕初期最喜欢吃辣死你妈，不管多远我都会跑去买，结果吃下去不到5分钟就把整包辣死你妈全部吐进去马桶，还要加上几口上一餐还没吐完的咖喱面。怀孕的时候头脑也不听使唤，明明看到鸡屁股就感觉恶心，但是每餐都要吃鸡屁股才会开心，明明看到猪肠猪肚猪心就会反胃，但是总是3天2头跑出去买，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怀孕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肚子一天天胀大，双脚的距离也一天天远了，冲凉的时候啊，喂，脚趾头都看不到咯。而剪脚趾甲的时候，如果有瑜伽老师知道的话，他绝对是全世界最难做的瑜伽工作，不信回家试试。漫长的9个月又3个星期就要结束了，孩子就要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1994年5月26日晚上9点，我的肚子开始阵痛了。哇，怎么这样痛？我不要生了，我不要生，痛得不得了啊！各位，编辑杨，好戏还在后头，一直痛到1994年5月27日早上9点。这次来真的咯，简直痛得身体不再属于自己，痛得上身与下身分开，痛得骨头与肌肉分开，痛得灵魂与躯壳分开，痛得自尊与脸孔分开，只有那骨盆迟迟不开。如果把大震撼这几个小时拍摄下来，那绝对是一场精彩绝伦、惊心动魄、惊悚万分的好戏。而这戏还有许许多多配角呢，产房里的医务人员、清洁工人、其他产妇等等，他们走过我这的时候会往我那看一眼，然后加上一句才3公分还要7公分啊，先不要用力，或者是说 baby 的头还没有看到哦，先不要紧张，先不要紧张。各位啊，我那最隐私的秘密私人基地竟然成为众人指指点点的目标。当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再生第二个，结果现在我生了4个。生产刹那才是这出戏的最高潮，肚子里的孩子和我都使尽全身的力气来达成共同的任务，那就是他要出来，我要让他出来。这是一次完美的合作，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在这个紧要关头，什么无痛生产法、无痛分娩法
奉劝在座的各位男士，你们千万不要在太太面前说你了解这种痛，认同吗？因为什么呢？这是全世界最差劲的谎言。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搏斗，痛得昏去，又痛得醒来，病床的床单被撞破了，护士一脚被扯烂了，孩子终于在下午两点从生命的通道出来，血淋淋的倒挂在我的面前，哇哇大哭。然后医生问了一句 Boy or girl， 我虚脱的回答道 Boy。 我想医生是要测试我的意识是不是还处在清醒状态。生产之后整个身体处在如释重负的状态底下，全身瘫软无力，任由医务人员为所欲为。我靠，在生命面前，什么自尊什么尊严都是垃圾。生产后从此母子俩你是你我是我，从原本的一加一等于一变成一加一等于二。对，从产房出来那什么都不需要干的男人笑着迎接我们母子俩，然后我用生命换来的孩子娶了一个以他的姓氏为姓氏的这样的经历从我的外婆妈妈到我已经延续到我的女儿我的孙女身上。世上只有妈妈好，献给我的母亲。世上只有